地毯，来看最后一天的水舞表演。我们现在要去爬峨眉山，好冷。It's RSM， 这就是幸福广场。不加还是别上山？要下山还是？这也是一天开始。还是有些人没有下，还没下山。我们来看水舞表演嘞！另外的视角。下山了，我这跑起来了，一直有这么舒服。晚上真的不要上来，上碧潭吊桥。我们刚刚身处在这一片黑暗的山中，应该是拍不出来了。